没有，因为还玩不够，吃不够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又要再去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你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，不然呢你等于没有来过。什么地方？它叫马六甲。马六甲。马六甲应该就是卖很多麻布啊、麻衣啊，不是那个麻，是马 horse、啊、马。哦，是马。嘿，哦，这个马是马六甲是马拉克，就我们直接翻过来啦、哦。在我们独立的前期，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地段，所以很多故事啊以及文化都是由这里而生起来，像是巴巴跟妞妞风。巴巴跟妞妞，对，知道巴巴吗？我知道爸爸，还知道妞妞吗？就不知道爸爸在牛吗？Marine， 没有，没有飞过，从小就很想要飞，从以前到现在就很想要飞了。我们要起飞喽 ，Ready。我越吃越饿哎！啊，因为你面前很多美食啊！哇，有够多了！这就是道地的娘惹菜。这一道是我没有看过的，所以我会比较先好奇它。好，因为它也长得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好像小帽子？没有，这是杯子蛋糕吧？不是啦，是甜点吧？它是娘惹菜其中的一个，算是前菜。它很丰富的料哎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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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。然后吃这道菜哦，最主要的精华在于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要往上，往上开大一点，然后一口要把它给吃掉。一口。One, two, three. 吃点冰好了，冰，它叫 Chendol， Chendol， 煎堆，煎堆，什么煎堆？煎成一堆。找工作的三大目标 ：Chendol 至少离家近 ，Chendol 至少离家近。味道哦，看一下，好像过年哦。剪纸人家，这让我想到了 一段对联。来，什么对联？术士珍藏金古宝，一坛大盏华夷风。我想应该就是在讲这个吧。明明就是在天门上的作品。我讲说一起就变得那么有才华。老板呢？我们来找老板好了，老板。就变成我有两只公鸡，太糟糕了！这是好事成双嘛，这是剪纸的最大禁忌。
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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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累咩？我们现在在马六甲的班代克鲁邦附近的沙漠，谁说沙漠只有梅呢？有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你找得到哦，你看你看你看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捕获的是我们后面的咸蛋黄，咸蛋黄不晓得待会会不会有老虎或狮子跑出来，很像被Africa！ 对啊。变松机啊，放肆！三、二、一。现在吃饱了，准备回去睡觉了。怎么感觉这几天都在吃饱就睡？简直就是过得很愉快吗？哦，是这意思啊？我以为你要骂我嘞。但是今天很不错，过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天。因为体验了很多人生没有体验过的事情。如果有机会呢，能够带着家人开着车。沿路边看风景，然后来体验不一样的人生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事情，很幸福的事情。这车子其实还蛮重要的。怎么说？因为这次是我第二个星期嘛，试驾苏巴鲁，但是因为苏巴鲁 Forester 就比较高，哇哦，我突然间可以感觉到高人一等的那种感觉，从高处望下去的那种感觉，好好啊，就很非常非常的清晰。然后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。超稳定的，我觉得这就是像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男人。老实说，这也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去，你知道玩马六甲。嗯，因为之前会去啊，都是跑行程的跑行程，就吃吃喝喝而已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是真的很特别，很不一样，就做了很多刺激的一些活动啊，那些我还蛮喜欢。而且像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啊，通常就都是在跑景点，但是以前都是给人家载嘛，啊，今天也是给你载，但是我今天是坐副驾驶座，是，所以那个感觉超舒服的。他一路上来的时候就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因为没办法，椅子太好坐了，所以我觉得体验很棒，然后就真的很有在自己家乡就是玩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种很温暖的一个回到家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很舒服。那我们。下一次的重新出发到底会去哪里呢？ Yeah.